现在知道滔博的比赛好了吧？甩大招，甩到了，张兰给大招 ，OK， 一波完美 combo。微微这个位置想硬来弄，哎呦，追对半 ，OK， 杀完，往哪跳呢？往哪跳呢？林峰，飞机还有闪。展现一下平 A， 开店，那怎么往后退呢？怎么能边垫边往后退呢？你就垫他呀，那防御塔就一丝血。我有炸弹人 TP 之后，海瑞直接闪现开店发毛，但是没伤害啊，队友还没到。海瑞，来过来留 TP 尬的，这眼上回城了，手里有闪现。怎么说回声打控制，闪也不交了，索性维鲁斯一根过来想弄 Scott， 凯南进场没有闪现， Scott 闪撞墙了，海瑞Q 到 A 晕，哎，没有手捧雷吗？哎呦，他没有手捧雷啊，手捧雷就死了，这波他是 A 了其他的吗？我刚才看他手捧雷的呀。哎呦，如脸等繁星风暴很细节，但是没有控制抵消，刷新 W 没跳出来。这就是小炮，哎，卡了，哎，卡完回来，凯南被逮。那这样的话，要不要动大龙呢？凯南还交了大死的，李宁记可以考虑一下动大龙吗？过来想留暴女，反倒自己被留了，大刀给飞机，飞机只能往后退，扛直接被卖了。朱女甩大招没甩着人 ，PP 尬的再回身一勾，真的很勇啊！维鲁斯一根剑收掉了 PP 尬的。哦，不是收掉了韩。凯南下路带线就很普通的被抓、被逮、被朱女留，第一时间被留还不服，还在往哪跑？哦，夹子 TP 到后了，原来是，那没办法了，刷点伤害没问题。如果说欧麦基能给到大龙压力的话，凯南的位置将会非常好。怎么说这波凯南？凯南的位置还没有被找到，紫卡过来点眼吗？有眼吗？紫卡，紫卡他没有眼，勾到了，但是凯南这个位置还进不了，凯南还要等，等不及了，队友被秒了，兄弟。瞬间被融化，队友。哎 ，TP 到后了，最后的战斗来了，救救嘎啦吧！谁能救救嘎啦？没有 ，Nobody。哎，紫卡要发毛。能不能走正门？我说了算。哎呦，紫卡还在发毛。可惜了，欧麦基早点能打出这种团战画面的话，还有机会。
Oh my G， 跟 RNG 要顶峰相见的呀！零杠六碰上了另一个零杠六，他们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